Hello， 大家好，又是星期二的星界之梯時間啦，咁樣咁啊，今個禮拜其實應一定有一，其實我唔使講，大家都估到今個日一定係會有菊花圖嘅。嗯。點解？因為琴日火狗佢自己本身都已經放咗半個菊花圖出嚟啦。冇錯。係啦，好過分咁講，係啦，咁所以點樣都會攞到啲嘢，係啦，咁樣。但係講菊花圖之前，點都要講翻一下已經過去咗嘅事實啦，係咪？係。咁啊，塔打完未咧？打完啦。打完。打完有各位巴打有冇話有邊個話係棘住喺邊一關㗎？有冇可以即刻講翻一下究竟卡啲乜嘢先？係啦，我覺得。我見好多人卡獵鷹。獵鷹即係要用哦，要用獵鷹打微微安。微微安，我記得要用暴，真係要暴力去輸出嘅。要暴力輸出，係啊，因為佢會係咁回血，所以就一定要係咯。輸出高，一係要夠輸出高，要輸出夠高，係啦。我記得比較常用嘅就係用木獵鷹，唔係即係嗰只軍神啊，木屬性係木軍神做前排坦，跟住就信長嗰啲暗信長啊，係啦，嗰只係幻獸克制同埋神克制咧，咁啊對佢幾有用嘅。係啊，跟住仲有邊只咧？仲有邊只好？嗱，平民嘅話就嗱嗱咯。我想嗱嗱軍俾佢。其實嗱嗱嘅傷害係幾多？一下可以軍到幾多咧？我打嗰陣就雙嗱嗱隊長啦，半血，中間儲力打爆擊兩隻爆打完，剩翻兩成血，跟住，你個麥係咪？你有冇開電？有開。聽唔到你噏嘢。講嘢。咁樣咧？好冇啲，我咁冇啲先。頭先就係話，如果兩隻喺中間處理，開技爆擊嘅話，就打剩兩成血咯。半血打到兩成。係啦，跟住你暈一下，補個元氣，完咗㗎啦。即係雙嗱嗱隊長，跟住就半血嘅時候處理開技，係啦。二十二層用反傷。等陣先，二十二層係打幻獸明基，玩明基打明基，反傷反明基。咁等陣先，佢點樣？我唔係好明喎，即係要係咁係咁，但係佢唔係過半血之後會一擊必殺嘅咩？即係又係復活流。係啊，去到最後咪冇血噶嘛，食嘢。哦，即係其實即係復活流嘅另一個應用方式啦，簡單啲嚟講。係啊。係啦。OK， 明白。即係都係啊，都係多一個方式去過咯。即係除咗用二十二層銘機，我記得係最貴嘅就應該係用光維隊，其次平民少少就係用賢者隊，跟住最平民嘅就係用復活流隊。係啊，係啦，只要磨咗佢係咪五次定三次啊？佢有五次嘛？佢有五次復活機會嘅啫，佢最多。啊，係啊，蛇男啦，仲有蛇男隊就一下秒食加工藥，一定要食加工藥嘅。但係蛇男就我記得，就先至秒佢。再唔係就而家多咗一個就係用反傷 ，OK 復活嘅另一個應用方式，我都可以嘅，都可以啊。即係可能正常，如果係咁嘅話，會更加好咯。可能唔需要復活到五次咁極限，就已經可以反。即係人哋嘅功力又加成到去反得死佢，佢嘅血又少到 OK， 咁都可以係一個不失為一個好方法。22層，OK， 22，跟住嗱嗱，獵鷹嗰個係幾多啊？14層定係14層 ，OK， 咁啊，即係如果大家即係邊個係卡呢兩關嘅，咁啊，可能因應翻今次嘅經驗，就下次開嘅時候就可能再挑戰翻咯。咁但係我諗應該下次都應該會僭建嘅啦，過咗咁耐。希望啦，希望啦，咁樣咁啊咁啊！但係好可惜嘅就係佢今日就啱啱好完咗，係咪啊？係啊，係咯，卡！我仲諗住個阿媽終於去啦嚇！你喺邊度？點解打唔到中文字啊？冇鍵盤，個鍵盤壞咗，打唔到中文字。等陣先，我諗下先。係啊，真係冇鍵盤，真係打唔到中文字啊！我記得係啦。OK， 除非用乜？而家微軟係咪有個手寫版啊？OK， 咁啊，復活兩次已經犯得死哦。OK。咁哇，真係慳好多喎！起碼可以帶，即係唔需要帶曬五個復活藥，淨係帶兩個復活藥，跟住再加三個補血啊，或者補開技能嗰啲，咁其實都已經 OK 啦。
咁但係其實我其實唔係好明白，但係因為我未試過啊，亦都冇睇呢個人有拍片。唔係誒，當如果你係俾人一下打死嘅時候，係唔會反傷嘅咩？唔知道，我都冇睇。係咯，我想知道，即係因為之前佢其他普攻鋪完之後會加攻啊嘛。係。福神有盾啊嘛，咁咪變相啲血多咗咯。哦，即係用盾。攞埋盾嗰啲身軀，佢普攻打落去，反落去。啊！即係用盾量嚟做反傷，應該係，因為我記得係只要死咗個人嘅話，就唔會再反噶嘛。我記得嗰陣時嘅反傷嘅其中一個缺點咯。我記得係係啦，即係只要人個行刺死咗嘅話，就唔會再有反傷嘅能力咯。咁變成咗真係要越厚血越好咯。咁但係 OK， 而家變咗用盾嚟做谷血，跟住就反傷。OK， 明白。卡火柴女我懵，我諗下辛巴達。辛巴達咯，係啊，我記得真係辛巴達。點解最新咪肉草加紅心嘅咩？軍炸佢啊嘛啲人。誒泰國歐洲啦。我見啲大佬喺度軍炸佢啊嘛。太歐洲啦啩？紅心係有道理嘅，我覺得，因為就算唔用肉草都好，我記得冇限定童話冇重複角色真係冇得打。連辛巴達都冇話 K 巴打，連辛巴達都一隻都冇，因為我記得係自己有一隻，跟住隊友。揀一隻係抱一隻，咁其實兩隻應該都已經勉強夠力咯。係啊，勉強夠力㗎啦，其實已經夠，一定喺三十回合之內係冇問題嘅。講真的，係啊，同埋都幾平民嘅。我記得都係抱愛麗絲啊，即係打翻嚟嗰啲降臨愛麗絲啊，豬仔啊嗰啲都係嗰。我記得最多係係咯，真係個個都係用無貨咁滯喎。最極限係無貨抱埋嗰只天鵝啊嘛，黑天鵝。係啊，都是童話啊嘛！我記得是其實幾平民嘅咯喎，已經係啊。當然啦，可能嗰啲行士即打翻嚟嗰啲降臨，辛巴又點都打唔贏啊！係咯，好奇怪喎！我好似又係咪有人拍過片咧？我記得有嘅喎，有人拍過片，辛巴達三隻辛巴達唔用降唔用限定都過到嘅喎，我記得係啊，兩隻都夠，兩隻夠喎，所以。可能 Cat 巴達你要上網上網揾下上 YouTube 揾下片啦，你應該要揾下啦，就係有我記得有嘅，係啦。不過我記得係有少少技巧嘅，真係嘅，係啦。辛巴達係有少少技巧，不過同埋而家出咗只紅心真係易咗好多，我都覺得，因為最驚大即係我諗 Cat 巴達打火柴女最常見嘅就係俾佢一下全喺大爆桶。大炮筒彈 G 啊嘛，應該係，嘣一下就應該死食支炸彈收工噶嘛，係啦，應該係啦。咁但係而家出咗紅心女王呢個減傷，即係大減傷咧，就真係應該頂到嘅，頂到噶啦，應該我相信，即係起碼唔會俾佢真係一下團滅一半隊人啦，跟住冇得打係咪？冇九方打好似唔識信，創揭噶嘛？你仲有創揭就醒，咁樣下次咯，總會復刻嘅。而家其實火狗嗰邊其實我覺得好穩定嘅，每個禮拜嘅五六日都會 loop 翻，換一次噩夢嘅，咁所以總會有機會，同埋都 loop 得幾快嘅，因為一個禮拜有四次機會，而家嘅噩夢好似都係得係應該二十關都冇喎，嗬。應該冇，係咯，二十關都冇噶嘛。我記得你咁即係其實大約一至兩個月左右就差唔多 loop 到一次噶啦，最多係兩個月咯，兩個月 loop 到一次咁，可能準備定咯。如果真係呢個項目唔得嘅，咁咪準備定，即係譬如話可能合滿咗愛麗絲啊呢啲上護盾啊又可以回血嘅保命行士啊黑天鵝啊呢啲，辛巴達又可能練滿技咯。我記得辛巴達如果練滿技嘅話係有幫助嘅，因為快啲開技可以。係啦，咁即係可能呢兩個月內就準備定咁啊，等下次佢再復刻嘅時候咪可以有準備咯。係啦，咁啊差唔多啦，塔啊塔，因為全部完曬啦，啱啱好，啱啱好今日塔完咗，童話黑火柴女童話就星期日就完咗，琴日完咗，前日完咗，咁啊啱啱好完曬，咁啊啱，咁啊冇辦法啦，咁啊好就好在咧。雖然今日有菊花圖唔多，但係可以講翻一下上個月火柴女最尾嗰 20%， 所以咪就要紅心就係要留元氣藥喺殘血嘅時候紅心開技咯，真係招技要留翻嗰下嘅，係要真係要留嘅，因為我都明嘅，大家上次打直播打火柴女就係知道俾佢炸到我都唔知講，係啊，即係炸到都唔知講咩好嘅。所以真係，就算連水屬性嘅行士都好，都會被佢炸死嘅。
係真係癲嘅火柴女，我都明嘅。所以紅心係好幾核心嘅，如果有嘅話係會易打好多好多，係啊，同埋都要。但係我明嘅紅心個珠數應該比較高，係咪40珠定35珠？啊，35係啦，應該比較高，係啦。如果要準備定一兩粒元氣嘅放紅心咯，即係到咗臨尾嗰幾個20%至30%左右，要留翻兩三粒俾佢。嗯，係啦，咁啊呢個一定要準備㗎啦，呢個冇辦法，係啦，咁等咯。如果冇紅心，我記得我嗰陣時好似掛咗紅心出嚟㗎，新佬。應該可以抱大腿喎，我相信係嘛？咁啊，唔緊要啦，等紅心再出嘅時候試下再講下咯。如果真係啱啱好校中到嘅話，三火柴，火柴出嘅時候，如果校得準嘅話，可以再講下咯。咁啊，台中入一入遊戲畫面啦，係啦，因為既然咁難得出到，我終於喺遊戲裏面可以睇到佢個名啦，阿斯塔六。其實佢有冇代號㗎，台長？佢有冇知唔知啊？淫欲㗎嘛，想淫欲。其實佢應該有代號㗎嘛。斯塔有嘅。其實佢叫恐怖攻嗱，事先講明，我任你哋燒，因為我今次歐洲咗。嗱 ，OK， 係啦。睇出唔該。等陣先，我都係推佢出嚟啦，好唔好？幫幫。係啦，今次我抽兩隻都抽得中嘅，係啦。啊！呢只我仲要唔記得鎖添，唔好意思，係啦，兩隻我都抽得中嘅，係啦，咁所以都可以幫大家直接試玩一下咯，係啦。不過暗屬性嗰只其實就冇乜嘢好講嘅，我覺得，因為我估唔到佢個技能嗰個賠率，我睇過咧，同水牛係一模一樣嘅。唔係，差3%，水牛有3%噶。水牛咩啊？水牛有3%嘅咯。水牛有30%嘅兵，30%，佢都係30%。佢有水咩？佢有嘅，佢都係噶，佢都係30%。竟然係咁，啲字少咗。係啲字少，佢都係佢同水牛一模一樣噶，都係30%嘅攻擊力係數嘅傷害，再加埋個扣血嗰個故傷，一模一樣，一模一樣噶，一模火龍女啊！火龍女，我其實上個禮拜我提咗小編嘅，但係小編佢話佢 loop 緊啊。碌緊嗰個獎賞啊，所以要打一等啊。我有提佢嘅，放心 ，keep 住打，我記得嘅。OK， 嗰個應該係龍女僕嗰個挑戰成功嗰個五成，係啦，放心，我記得嘅，我有提佢嘅，唔使擔心。係啦，咁啊呢一隻暗嗰隻其實同水牛一模一樣咯。咁佢就其實我覺得係冇乜分別咯。佢應該都唔會自己做隊長噶啦，我覺得。唔會。係啊，因為佢血量加成太少啦。我拉大佢飛咯。克拉大佢，一個單體一個全體，但係克拉嘅好似都係加卅，都係25嘅咋，我記得。但係暗有啲乜嘢血量加成比較高㗎？我唔係好記得咯。40，唔係黑絲，黑絲40。即係我就咁講，你冇水牛㗎嘛？攞呢個做頂住絲帶，冇錯㗎。黑絲。40㗎。好似真係喎，暗好似真係冇血量加成。冇乜冇乜得揀啊！血量。黑絲啊，三年前嘅鄧倉之寶，係等先，佢好似係真係25噶嘛，係咯25嚟嘅喎，唔係又話真係要揾翻黑絲做隊長，唔係落翻嚟先，你就啦，即係呢只啊，係今日有魔人隊長咯，魔人啊，即係變咗做嚇邊只啊？拿比西亞都係20%血量加成啫嘛。是啊，我而家想要一啲隊長技嘅血量加成高嘅話，咁變成咗唔係暗噶咯，係水噶咯喎。水魔人我記得有達共咯，咁完咗噶啦，達共夠啦。達共六上，都可以嘅，我覺得可以嘅，可以嘅。開元技即係佢扣，係啊，狂碌咯，即係佢如果扣完自己血嘅話，要保命咁，自然開個大減傷。OK， 明嘅明嘅。達共，哇死啦！咁如果我抽唔到達共咁點算？嗯，嗰只叫咩？水大叔系咪？好似有喎。水大叔呢只？系啦，我冇记错。箭流咯，但系都系加30%攻击啫。血攻啊，血攻。血攻30%，但系有冇啲？应该有啲三。如果你话真系要平民嘅话，我记得有啲应该有啲35噶嘛。佢用到火牛队啦，用火牛队咯，人啲人讲嘅。啊，火牛队都得，牛队都得嘅。35啊，即系呢个啦，系嘛？哇！织田妹，织田妹，哇！哇！呢个你呢个真系
35啊！啱啱拎完個活動，唔好記得佢。佢個對準期，我真係真係已經，我真係對，我真係我睇下先。武士人類愛神喎，唔啱喎，唔啱數，唔啱數喎，係咩？唔啱數啊！冇啦，因為入戰遊私人啦。啊，私人得嘅，私人得嘅，私人私人得嘅，私人得嘅。我都幾私人呢樣嘢。私人得啊，暗人精失啊。都配合啦，因為又可以幫手補血、減傷啊，都係一個好選擇係啦。雖然冇達共嗰個血量加成咁高，但係呢一個都可以接受嘅。OK， 兩隻都可以做隊長。戰牛。元武。戰牛獸人。戰牛隊啊，我諗係諗呢個嘅啫喎，咁樣即係咁樣，即係其實同水牛冇即係同冇分別，冇分別咯。換咗個隊，換咗個打手。係啦，即係如果暗陽黑拉任由私人任陽黑絲都話呢個名都唔錯。等陣先，咁如果真係出咗白羊座嘅時候，咁點算啊？係咪？白羊咯，白羊兩隻色咧，又嚟暗咧，再計啦。等陣先，如果出咗只暗屬性嘅白羊，咁點算啊？暗白羊咯，冇毛病啊。等阵先，咁你同黑白红有咩分别啊？冇分别，好啊，好难分别喎，咁样 ，OK， 咁即系因应唔同嘅属性啦，即系譬如可能打火属性嘅敌人嘅，咁就摆水牛咯。咁如果系打光或者暗属性嘅，就可以摆呢只淫羊啊，系咪啊？定系叫恐怖攻啊？即系我唔知道。但系另外嗰只叫咩咧？地狱大攻咯，呢只加个属性落去咯，水淫羊。哦，唔係喎，或者你只陰陰人嘅，我抽唔到水牛咯，我會攞佢嚟頂下啊，好唔係，其實都係屬性問題嘅啫，我覺得係啦，即係都係呢一類啦，因為呢啲都係要自己扣血嘅，咁個賠率又係一模一樣嘅，其實就冇乜分別咯，同埋係啦，同水牛互調咯，都係互調咁樣，咁正常嚟講，其實應該係三隻轉化，跟住一隻單體，一隻全體，你好有得好牛啫。系啊系啊，再转佢系啊，即系咁样，黑拉再转，啊黑拉，黑拉，跟住再转佢系啊，等阵先，即系咁样啦，一个单体，一个全体，一个回血，跟住三个发电机，系啦，大约系咁样玩啦，即系又系同水牛，即系以前水牛玩乜嘢，佢就玩得乜嘢，系打嘅对手唔同咗啫，咯，降薪水牛咯，吓，系咯，佢个输出唔系反伤啊嘛。啊，係啊，係啊，呢個唔係反傷嚟㗎，佢呢只轉化嘅火牛係發電機嚟㗎，佢唔係玩反傷㗎。OK， 各位唔好，原生火牛先至玩反傷嘅。OK， 係啦，有啲分別嘅，係啦。咁啊，水回血嘅話就可以用，即係譬如話用牛啦，用賢者啦，可以用黑羊啦，係啦，呢啲回血啦，暗死靈美刀啊，喂，我諗先。其實我會覺得會唔會？應該未唔到刀嘅。我覺得未唔到刀，我諗佢應該一拍白爆死咗啦。即水牛都爆得死嘅敵人，點會佢爆唔死咧？係咯，係咪？同埋我記得水牛係冇屬性，即係冇乜乜克制噶嘛。你話轉化定普通先？普通嗰只。冇。係啦，但係佢呢一個直情多埋個黑子人啊。係啦，仲黑埋自己人喎，即係佢嘅傷害其實正常睇係高。範圍大啲嘅喎，即係仲要高傷過水牛嘅喎。加火屬應該冇高傷。係啊，即係你水牛淨係打火屬有加傷嘅啫嘛。暗屬殺手啊。係咯，佢而家呢個同你講係光同暗都可以殺曬喎。反自己。係啊，個範圍同埋個傷害應該係會更加吸引嘅喎。其實正常嚟講，我覺得，所以就呢只其實都比較簡單咯，係啦。咁啊，但係我覺得最值得傾嘅就係應該係呢一隻咯。水屬性嘅呢一隻，我諗大家都幾多次十七，哇！我驚我講出嚟，我會俾人燒死啊！一隻手有幾隻手指，佢就幾多十七啦？係啦，一隻手，一隻手啫，一隻手啊 ，OK， 係兩隻手喎，冇記錯嘛，係冇記錯，冇記錯，所以開槍唔該，係啦，大約係呢個數啦 ，OK， 呢一個十七啦 ，OK， 係啦，就中曬兩隻，咁當然啦，水死靈呢個咧係避免到。係啊，大家都明白，大家見到個鋪都已經明白曬㗎啦，係咪 ？OK 咁樣，所以就呢一隻其實好值得講嘅，我覺得，因為試玩完之後咧，我發現佢嗰個主動技能咧，其實係加 20% 血，被打增傷 30%， 跟住佢開技嗰下
是十倍伤害，但是开完技之后那个普攻转，即普攻转换是得六倍嘅啫，转血的六倍，所以变成了其实是一个复仇的 AOE， 仲要持续向咯，好奇怪的一个持续向。但是如果你话真的要爆个大伤害的话，一定是讲开技那一下十倍，因为即但因为前期就有只双鱼啊嘛。佢反傷，即係佢自己血量嘅十倍反傷，上次都做試過俾大家睇，做到個傷害幾多啦，係咪都好吸引下？佢開咗兩次技就已經反到800,000出嚟啦，係啦。咁呢一個係最多可以疊五層嘅 ，OK， 係啦。咁但係我真係要試一試，其實控真係要控血，點樣可以喺唔俾人打死嘅情況之下疊到五層出嚟，係啦。所以我真係想試一試玩，即係係數我試到嘅，但係。有些東西我是想試一試的，我是想試埋暗人類，我想擺埋隻暗死，唔係，我想擺埋隻水位，我想水位，我想試下佢嗰個增傷消唔消除到，我未試嘅，我未試嘅，雖然入唔到隊，冇寫綁定啊，冇寫綁定，唔係帶聖水咪得，做咩帶佢試啊？係，聖水都唔得㗎。啊！我帶曬兩個啦，我帶曬啦，帶試曬啦，我試曬啦，試曬試曬，係啦。誒，同埋我食，俾我俾少少機會，我俾少少時間，我食埋佢先，我未滿你。你陣間入翻俾人打死啦，第一個就水雲。唔會嘅，唔好咁，唔好咁多，唔好咁助咒我啦，好唔好啊？我唔記得，我食埋食埋嗰幾嘢先。我唔記得。夠啦，唔好咁啦，三隻，唔好咁啦。誒，三隻都爆。要嘅要兩隻。但成功啦，細波。我覺得唔得，過咗熟噏，過咗熟噏我嘅，我睇先，啊，得意嘛？騎士有冇騎士？得，喂，真係你真揾騎士啊？喂，真有喎，你當我流噶，你唔好當我大成功啊！嚟，嚟，算啦，我已經講唔到啲咩啦，我已經，我試下試一試先啊。等陣先，我係應該打，哇！我打呢只啊，好高難度。即係忘記喺呢度開口中係好嚴重嘅，尤其是 Maxi， 好難飛。我想問有冇人抽到可以轉俾我啊？因為我哋嘅土豪，你講一講你嘅新鮮事啊！我俾個機會你。我亞座抽幾多抽先？幾多抽先？十一抽啊！十一抽，兩隻副具。咩都唔中，唔系中咗边两只噶？暗火飞，暗飞，暗飞两只啊？暗飞同埋只水嗰只系咩啊？死灵，死灵，十一抽中两只你，十一抽定八抽啊？十一，哦，跟住又冇晒心机唔抽，十一抽中两只其实。都好高噶咯，我想講。哇！十一抽。係啊，雖然唔中撩咯，係啊，同埋你中咗水死靈，我都好開心嘅。我有四，第四隻啦。誒都好啊，你抽換咗只啊，你咁樣撩快又快撩。真係咁，真係冇人抽到咩喂？星爆肯定大成功，好正常。點解會？點解係一個常理嚟噶？星爆嗰一下一定會大成功，點解會變咗常理嚟噶？好唔科學啊，我覺得。竟然冇人抽到，偷到唔到啊！個個都，竟然冇人偷到到。呢度暗嗰只，等陣先得唔得咧？得。暗水，等陣先，我呢度係咪暗水啊？有隻光，我都得喎。O K 嘅，啊都可以嘅，都可以嘅，都可以。試下 hit 咯。啊，順手試下 hit 咯。等陣先，呢只嘅話係咪啊？係聖水。我試下先。好。試下咯，輸咪輸咗咯，冇問題。啱唔啱咧？魔人、人類、暗水，啱嘅。啱嘅，試下咯，唔緊要。每個隊長嘅角色小隻咯，啱唔好。啊，唔緊要啦，唔緊要啦。唔死。試下啦，試下啦。唔係，我想試幾樣嘢啫。最緊要 hit 數啊，用唔用解唔用唔用到聖水或者水圍嗰啲可以解咗個增傷，淨係得個血量加成啊？定係真係係？哇！咁多個人嘅喂，咪好咯，咪好咯。你想全部都係嗰啲打人嗰啲啊？諗咗咪得咯，唔使喐噶。等陣先，呢個點解係前咁搞笑嘅喂？你呢個係咩嚟噶？白虎嚇，算啦，我冇嘢啦已經。試下先。打咗只加工嘅甲蟲先咩？啊好，試下 hit 數先，普攻。
兩血，都可借曬兩血。試埋上一隻，兩血。嗱，好正常嘅。水牛好似係三血嘅，係血啫，僅次水牛。唔係，雖然你係一隻戰，雖然係。雖然你真的是一隻戰牛嚟嘅，但係都唔係咁噶。最緊要大家你可以見到佢個滿技是50珠嘅喎，應該係要。合到啦，所以我都三秒啫嘛。我睇下先，咁我應該要揾佢嚟幫手加下珠啦。掉埋後邊下排先啦，一隻後位掉埋後排。啊，我掉埋佢。打只嘢先，啱咗先。唔死啊！我點解佢咁大力嘅？天地嘛，我記得是天地嘅。你全排都天地。哇，唔好啊，乖。跳你老闆啊，打我咁啊你。得啦，好彩啫，好彩啫。得啦，大公你喺前面打生打死啊你。哇，真系好低攻啊。咁低添。哇，死啦！咁我即系如果。嗌你卡俾你啦，一六 hit 噶。如果咁喂，如果咁試嘅話，我會覺得詩人或者賢者係好必須嗰邊嘅做。應該係。係啦，水圍係神嚟嘅，所以我試想試嘅水牛最噏最少豬都30噏啊，係啊，但係哇咁死啦，好難供應喎、啊，你嗰啲豬數。有發電機。一係就要揾轉化火牛做發電機，如果唔係就要揾詩人啦，真係。如果唔係真係。哇，好難喎，好難開珠喎！我呢隊成隊嘅回珠能力都好低喎，我覺得。唔係嘅，平均犧牲唔過五咯。啊，唔係最高犧牲唔過五，唔係平均。平均唔過三。平均應該唔過三咩？賢者應該過。我記得有五，有冇五？有五 hit 嘅。最多咪五咯。有五 hit 嘅，我記得最高係五 hit。哇！我真係真，我連。我草豬都唔到，好絕望喎、啊！死啦！這個問題要搞一搞佢，我覺得真係要搞一搞。跟住先啦，應該唔死嘅。我只賢者係最大力嘅。梗係啦，天地喎。如果我唔用賢者嘅話，係連係連殺連殺一隻卒嘅力量都冇嘅。我想講，呢一個係一個即係大家可以見到個問題嘅所在啦。我打咗幾多回合，我終於可以滿到一招技啦，好感動。如果我印象中你好似一人打一隻，打第十集啊，啊第九。九。哇死啦！好嚴重嘅。好技啦。好嚴重咧，你捨唔捨得用？係啦。但我冇滿血喎。咩啊？我冇得回血喎，死啦！唔緊要啦，可能死曬喺對面。我諗下先。得，系啊，唔好打，就系 hit 一 hit 噶咋？买有几多？三次两 hit 系嘛？乜嘢？我三粒珠咋？我打甚至后面飞咗两粒细嘅，好似两粒。但系我打三个敌人喎，两粒血珠都计 hit 噶。两粒血珠，一粒回技珠，一粒钱。高头六粒啊，好似系嘛？冇，五定五啊？即系。即系我唔会过三 hit 一只耳，即系简单啲嚟讲，我普攻同开技都唔会过三啦，系咪？简单啲嚟讲，系好难啫嘛。开技可以过三嘅，五只敌人系咪过三咯？好糟糕喎！食埋水先啦，我先。我惊一样，呢度有四只。咦？点解开唔到嘅？啊！禁足啊！唔系我禁足，我系想睇个能力嘅啫。禁足都开唔到嘅。你揿头先啦。啊啊！系咪全体啊？我想问一问。系全体啊。哦，咁下一次先啦，下一次先啦。下一关先啦，下一关先啦，起码打下啲。下一关是单王嚟嘅。系咩？啊！我都得。哇！好痛啊！且我觉得只特工好劲啊！我觉得大贡你好劲啊！你而家成日火牛仔咯。啊，好绝望喎、啊！呢两只嘢，唔系个 hit 数绝望，伤害几高 ？hit 数几绝望？系咯，佢继续打，好唔掂打。差嘅差定，我试下啦咁啊。
好掂當，真係點算咧？火力上係好充足，但係亦都可能阿血試下個咩先咯。咁啊？嗯。試啦。幾多 hit 啊？我想知。砰！一下。兩 hit。兩 hit。即係一樣動畫。咁呢個兩 hit。我剛才打了一 hit 五萬六千幾，即是兩 hit 十萬。兩 hit 十萬，嗱 ，OK， 嘗試一下，我而家應該是有增傷的嘛，係咪？我試一下用聖水。哦，綁定。真的綁定喎，一萬退翻到一萬二千喎。嗯，得。咁啊，差爭咗啲喎，咁又，咁即係冇辦法啦，即係解除。嗯，咁啊。咁即係水圍同埋聖水都可以唔帶啦。哇，好似好痛。我諗下先。咁樣嘅話，邊咁如果轉換之後有冇轉 hit 啊？唔係，我燒咗啊嘛。冇咗，我咁變換啦，我已經。冇事。係啊。使唔使減傷？你隻有一隻紅血嘅喎，鏟血。唔好。有紅翻。No。頂咗，有命硬喎，開技。哼，呢個故事教訓大家，唔好試嘢，唔好帶曬兩隻一齊嚟。佢兩隻唔適宜同一隊。相會點咧？相性好差，太得唔得？差得太過分，我覺得。相性太差唔得，尤其是哇，乜技都冇喎，後邊兩隻聲係 A O E 噶，我猜定先，好糟糕喎，冇死住啊大佬，我應該係咪要抌？點樣去調後衞？抌佢落去係嘛？跟住開技，哇好高難度喎，點算咧？回珠能力好差。導致到個開到幾？開唔到幾？可以用呢個方法嘅，插佢，係我唔忍啦，插佢。睇下先，嗱你點解唔可以撳嘅？睇下先，哦，七萬八千一 hit， 兩 hit 即十四萬。嗯，計下數咯。十四，但系佢哇，等等先，十四萬呢一個珠數，呢一個 hit 數，都有差唔多啫。不過先係開技五 hit， 係咯，所以我記得開技五 hit 嘅喎，高 hit 啲喎，有啲哇係真係爭比嗱火力上高過火牛，唔係水牛，但係佢其他方面即係無論打珠 hit 數。傷害嗰、那個賠嗰個開技個 hit 數都唔夠水牛好。雖然有配套，拉高撳翻落嚟咯。係啊，又係但水牛唔係一樣珠數啊？水牛都係五十珠。珠佢滿技唔係四廿五，有冇記錯？定係呢只滿咗技啊？滿咗又滿咗技。我記得滿技噶嘛。啊！呢個我冇睇喎，有我嗰只就水嗰只係一定滿技嘅，我記得，但係隊友嗰只我冇睇到。有冇人知道啊？先暗牛嗰只係咪滿技啊？即係過呢關先講。驚你啊！真係覺得你關驚你啊！我有大減傷啊！夠姜滅我團啦、啊！中間嗰只我唔驚，隔離嗰啲就驚啲啦。中間只要自己處理。哼！我真的乜技都看不到好處喎，食藥啦，冇事的沙格同先，係啦，跳一下，你嗌下啲招翻嚟啦。暗嗰只滿技四廿二，四十暗嗰只我真未滿技嘅，四十二嘅要四十滿技四十二，開技快啲，但係少啲血咯。大家可能真的要諗下辦法，究竟點樣？暗即係無論水同暗呢只，可能都係要揾一啲高 hit 數嘅隊友幫佢走咯，或者即係好似司馬懿啊、賢者啊、黑羊呢啲，即係可以幫佢全隊加豬嘅
文章限定有機會嘅，我覺得。但如果你話玩戰略限定嘅話，就真係會磨到你喊嘅喎。我想講，哇！我點樣解決呢個咁嚴重嘅問題咧？喂，普攻啦，冇問題噶啦。我睇下先。暴擊啊！係咪黑制啊？我就係知道佢有暗屬性黑制，但係好嚴重啊！打曬佢啦！你要打下豬啊！我而家喺度努力咁揾緊，睇下有啲咩方法可以。哇、啊、死啦！好糟糕，好糟糕啊！打死佢，打死佢。Okay. 我打住先。下翻嚟冇黃啦。黃噶啦，黃噶啦，黃噶啦。哇，好高難度喎、啊！可以啊。啊，小李命大。對唔住大佬，係我錯，我差勁啦。我起碼我水族城我終於換到技能，我可以在皇冠試一試。哇，好頂啊，好頂得啦！但我只賢者完全換唔到豬喎、啊，大佬。上面仲有隻雀仔㗎。係，而家呢個時候點咗先？冇問題㗎，應該我吐得佢。咦？點解我有反傷嘅？Ability 反射 ，OK 啊，啱啊，唔使差啦嘛，呢只水，睇下62、62、38，俾啲面佢唔好差啦，我吐啦。我唔係好想俾面佢。仲有兩回合。咦？佢唔會開技咩？開技佢自己加攻㗎嘛。好似改過啊！佢以前係自己自嗨喺度處理三回合㗎嘛。啊！你知啊？係啊！你知啊？自嗨啊！几开心啊！打多回啊！佢又自嗨嘅应该，死咗啦！咁因为只血几掉衰，我嚟玩大位，唔好拆装置。你真系玩得大，你玩大咗，我觉得唔系你嗨大咗，我觉得。使乜错？你暗使乜处理下嚟？开技先啊！我应该要呢只开咗技先。系咯，76000，跟住削血。你唔系我要开咗呢只先。如果唔系，我会烧咗嗰个增伤。系咯，箭流弹唔系转化火牛系有发电机嘅，但系呢一个组合唔系个个都有，所以正常好难会出呢一类嘅新噩梦咯。阿老师啊，同大公调位啊，即系阿血，佢俾人打嘅。如果唔系，你应该打啦，有排打。边只啊？呢只啊？应该打唔死，开技开技，差劲咗先啊嘛，应该唔使啊，准开技啦。我有预感，你靠冲力做人嘅，哇，不压佢 ，OK， 唔好系，调翻佢先。嗱，我扣咗6000血，一半血啦。咁正常嚟讲，我记忆系十倍嘅话，应该系60000嘅。你出嚟咗90000。系啊，96000×2，啱啱好，真系呢个倍数啊！跟住特工啦，我要保命。然后，哇，即系扣得好多啊！减放，啊，掂咗先。仲点咧？佢差劲系咩啊？我记得系我方有异常状态嘅时候会一击必杀。當然有盾係冇事嘅，唔係喎，我開咗全體禁足喎、全體禁足冇事嘅，減防送人頭啫，問題不大。唔係喎，我唔係啊，後排都係擺低本符書啫。我呢只係全面翼嘅，你識啦，我唔識啦。好高，死一死啊！可唔可以死啊？叫你作死，可咩技啊？6分1嘅機會，我相信佢會打我只。唔係六分水位嘅。三入有盾嘅都冇事噶。你見到你暗嗰只有隻屍盾嘅。多謝曬喎。打都冇事噶，應該。OK， 正常啦。如果係普攻嘅話，係6hit嘅，咪6倍傷，17000咯。10000睇到頭先都係咪都係1hit咋？2hit，係2hit。
即係佢連攻擊轉換都係兩 hit 嘅啫。咁又咁啊，比六倍，哇，好難喎、啊，好高難度喎、啊，我覺得。我都係補下血先，我覺得。睇下得唔得啦。你將唔打埋佢啊？衝力喎。下面，下面。都話一下下面嘅喎。唔係因為我除咗呢一隻之外，其他嗰五隻全部都有異常狀態啊！是会真的被人一击必杀的，我只是得隻水位有全面翼是可以顶得住，是真的咁啱得咁巧啊！我试多次，正常来讲它是跌到的，18000，22000，我谂谂先，佢系我想问，等先，18000变22000，佢系指数式加成定是加数式加成咧？我及先，18000，因為1.2倍啊嘛，我記得指數式喎，18000×3600啫嘛，左右啫嘛。唔係喎，佢嗰個係指數式加成喎。即係乘。係啊，乘上去個喎。1.2，錯。即係佢係1.2嘅五次方喎。如果佢跌到五次嘅主動技，當然啦，佢嘅 hit 數我真係唔覺得會跌到五次。你唔食藥嘅情況之下，我覺得 OK。我哋差多次啊，睇一次表現。等陣先。我唔惊，你冇差值就得噶啦。我试下咯，唔紧要。喂，掉个水俾人打。佢应该会 L 2啊。26000，咦？但系头先我得22000啫。你搞笑啊嘛？睇下先。咁搞笑，22000×1.2，啱喎，真系26000喎，佢真系指数式加成喎。我掉个水前排啦。其实我开咗几多次技啊，我都唔知。三、第四、第三次点啊？第三，你食埋呢个第四。开埋呢次第四。冇数字啊？诶、欸，咁衰嘅。掉个水啦！如果唔系你个复仇打唔出血噶。唔系喎，都、欸。我成架个大佬。唔系啊，但系我听人，但唔系好似关。唔关事，唔关事。喂，唔好死，唔好死！梗系唔死啊，冲嚟而家。啊，冲嚟嚟啊！我死。压血啦，压完血啦，我开个技先。好好攻先，好攻。复仇啊，真系好攻噶。哦。82×2，即系16000。嗯。但系我谂住保命，唔得。好啊，哇！嗱，呢个血量咧就差唔多咧，就差定，有冇差定？呢只嘢边度嘅？我冇谂过，你要多次机会啦。你咁足就嚟了啦。毒心，你开两次技，好难玩啊！呢个游戏。好攻啦，认命啦，睇下。诶，爆击。好攻啦，好攻啦。点都死噶啦。系咯，点都死啊！下面。果然冇世界，點解兩隻雙 double 嘅？唔會嘅，死噶啦！我相信。所以 A 一下，跟住補個血。應該死噶咯喎，應該。差唔多啦。係咯，14000我見到。28000。啊，係咯，佢爆擊係14。28000。28000變咗就，但係佢開咗四次技啊，係咪啊？係啊。四次技，壓到30000+血。嗰啲數麻麻。hit 数问题，我觉得主要核心问题都是 hit 数，我真的觉得个问 hit 数真的很不掂当。但是有咩试下用牛队碌过下佢？应该唔使嘅，牛队就会太过虐待佢啦，我觉得。同埋我谂下先，嗱，如即系试用完啦，咁啊，好明显呢一只水维可以翻到屋企噶啦，系啦，好明显嘅呢一个事实，但系有冇啲乜？咁讲嘢嘅，算啊，摆司马懿啦，可能司马懿真系司马懿会好少少，有七血，系啦，系啊 ，hit 数又高，开技又有大减伤，跟住又有宝珠，系啦，咁可能会司马懿会好啲啦。呢一只如果就咁睇嘅话，梅芙好似真系唔系好需要咯。虽然佢可以帮手压血，亦都可以做一个爆击率加成，但系睇下先啊。
但係夠 hit 先講呢啲嘢。係啦，夠 hit 先啦。我都覺得真係要揾啲 hit 數高啲嘢。人類魔人啊 ，hit 數高，哇真好少喎、啊。人類 hit 數高，可以，哇真係少喎、啊，真係。我想到的 hit 數高的全部都是愛神不是神來的都是有大家有沒有什麼人類或者魔人起碼六七 hit up 以上第二隻斯文、啊、第二隻斯文會不會多一陣 先還有什麼好一點的因為神啊愛神啊那些的 hit 數高我就記得獸人我都想到兩隻有十匹的史前古物人類或者魔人的高 hit 就可以了你不計強度啊我不計強度我現在是連個 hit 數都不夠啊大佬這個是一個劍體門絕珠嘛十匹好像劍體是人類嗎劍體是人類不是人類好像愛神來的我記得天我好像人類但是 hit 數太低門絕珠嘛現在是是啊現在連 是個最基礎的hit 數都唔夠啊！呢、這、一個問題好嚴重。等陣先，劍體喺邊啊？喺呢度。有啊有啊有啊！有嘅有嘅。艾利卡艾利卡咪六 hit 啫嘛，我記得啊嘛。六 hit 六 hit 好有咯。有冇啊？艾利卡可以嘅，勉強可以接受嘅六 hit， 但係更加高會唔會有咧？嗯。暗蛇係咪？暗蛇冇事神。啊，冇事神啊，雙魚可以嘅，雙魚可以，雙魚八 hit 普攻，佢魔人啊？人類雙魚 OK 可以嘅，雙魚啦，系啦，仲好，如果系咁嘅話，其實可以換走達共添，因為佢負責做坦，雙魚做坦，跟住就換走達共，咁啊更加唔會好似頭先咁俾人慳我兩次危險，係咪？咁啊靠可能靠司馬做防守喺營同埋回血就係靠私人咯。佢兩個 ，OK， 雙魚我冇抽到啊，所以水筆可得唔得咧？我唔知幾 hit。水筆好似都係五六 hit 嘅，不過佢就普攻打全體。如果後期怪多 OK 啊？怪多怪都得。怪咩啊？怪多。誒係咯，即係後期王成日召怪嗰啲嘅話就可以接受嘅水筆，係啦，即係呢一啲變咗做咁，但係就要成隊供應佢咯。咁當然啦，佢嗰、那個。持續傷害輸出其實幾 OK 嘅，我會覺得係啦，即係你大家都見到嘅，開咗大約四次技，我雙隊長都係加得個 25% 血量加成嘅情況之下，都可以打到大約280,000出嚟最後嗰下，咁其實我覺得係好 OK 嘅，有雙魚輸出都唔需要佢，始終雙魚都係要扣血啊嘛，係啦，不過雙魚係生存力大啊，係喎，真係喎，雙魚個傷害。但係持久性方面唔會夠呢只恐怖弓好咯，我覺得持續性嚟講。問啲，雙魚有復仇嘅。係雙，雙魚有復仇。普攻六倍啫嘛。佢都六倍啫，反正。係喎，佢都係六，佢都係六倍啫喎。但係我打全體嘅噃。咁呢個 OK 嘅。係啦，我打全體嘅喎。兩邊睇啦，我覺得一個係一個全體，一個單體啦。雙魚單體，呢個恐怖弓就係全體。夜叉我覺得都是六 hit 嘅，打魔人又有特化，係啦。咁我記得大約係咁啦，即係大試完大家都明白到佢嘅缺點同埋佢嘅優點喺邊度。咁啊，如果真係要用嘅話，可能大家就要考慮一下啲組隊嘅模式同埋因應翻敵人嗰啲情況咯。不過谷血真係變咗做真係要谷血，真係要谷血，玩固相留咯，係啦咁樣。咁就試就試完㗎啦，咁啊台長入一入菊花圖啦，因為時間都差唔多啦。咁啊第一張呢、這個一定要幫火狗講一講嘅賣卡嘅優惠係啦，呢一個好特別嘅其實 ，OK 真係特別到爆炸。大家可以睇到佢嘅時間係由聽日嘅下晝3:00開始到12月31日 ，OK 年尾去到年係啦年尾。去到年尾嘅，除夕一個半月，冇錯，係好特別嘅一個優惠，即係因為我問個小編點解，因為聽翻佢哋講就係話，因為賣卡嗰邊嗰間公司咧搞咗個活動，就有一個特殊嘅event， 即係又係嗰啲活動，咁啊火狗嗰邊就參加咗，所以就會有呢一個咁特殊嘅回贈大送禮，
係啦，咁啊，但係咧，佢淨係for 1000同埋3000點嘅啫。OK， 可唔可以幫我講一講佢兩個有咩攞到啲乜嘢啊？小馬幫我講一講啊。for 1000點嘅有全能星核五，有三粒。妖妖大帝暗嘅有六隻。創界石有三粒。全能之雲。之雲兩粒。充值3000點就可以得到全能星核五嘅十，有十粒。暗大帝點樣好似？暗大帝20隻。暗大帝20隻。創界石10粒，真全能之雲5粒。是不是2.5倍快的？不止喎，是真全雲。真全雲和全能喎，係喎，1000係全能喎。喂，咁邊個真喎？邊個會儲值1000啊？大佬，3000係真喎。3000噶嘛，3000係真喎。你唔會諗儲1000喎，應該。正常唔會喎，大佬，由30% 變100% 喎。呢個仲要由兩粒變5粒喎。係啦。絕對不會喎，嗱個差價太離譜咯，係咯個差，即係個分別是有啲嚴重啊！咁但係嗱，我想問一問土豪，我諗你一定記得個1000同3000點要幾多錢先，大約記唔記得？唔記得，因為太少點數，唔夠我食。平時買開10000點、5000點嗰啲啊 ，OK。而家揾緊。OK， 嗱，我記得嘅就係1000點買卡咧，係可以換到53粒能量方塊。3000點可以換到170粒，這個我有記低的，係啦，因為很久很久以前我都買卡的，所以我就記得，但係金錢咧就真的不清楚啦。咁啊，金錢3000點港版的就768蚊，七百六十八，即係 seven， 係啦，即係788啦，簡單啲嚟講，即係大約是我哋的180石，咁但係而家呢個就少了20幾蚊，就少了大約10石。爭十成到啦，咁1000咧？1000，雖然我覺得都應該都冇人想聽噶啦，冇人想聽呢個1000點要幾多錢嘅。1000點就256，256。OK， 咁即係基本上就係我哋嘅 Google Pay 卡嗰邊嘅788轉成做3000點啦，簡單啲嚟講咁樣。不過就，不過呢個優惠真係好長喎，長得好過分。個幾月？係咯，咁啊，所以嗱，提一點都要提一提大家嘅。即係如果大家唔係 for Google Pay 而係 for My 卡嘅話，咁就要留意啦。因為以前火狗 My 卡嘅話係會由即係咩儲值唔同嘅點數，即係可能話 My 卡1000、2000、3000、5000、10000咁多個面值都會有優惠嘅。得兩個啫。但而家記住，今年到年月完咗今年之前得兩個優惠，大家要小心唔好中伏。OK。係啦，所以點都要講解一下俾大家聽嘅。OK， 咁啊，講完呢個咧，就講下真真正正嘅菊花圖啦。咁啊，台長，好明顯呢一隻就係琴日所講嗰、那個係咪叫豬扒葉啊？豬扒葉。啊，羅啊，唔好意思，羅密歐與朱麗葉。OK， 係啦，呢隻提一提啊，叫佢咪出煮嘢食。係喎，新蒲崗火燭喎，係咪上個禮拜啊嘛？你唔係嗰邊，啊塞車有影響佢嘅，我相信。係啦，塞車我相信有影響到佢，但係就唔係佢燒咯 ，OK。係啦，我諗小編會應該小白菜綠，等下先。點都唔會，應該唔會理我。我都驚我嘅 ，OK。蘿蔔歐與豬扒葉咯，係啦，咁啊都兩隻。係啦，咁啊呢一隻就係、是、嗱，我睇翻琴日嘅簡介咧。似是系列，不是油豬。佢講嘅係啦，新的系列，咁所以就但係今日都兩木屬性，等我先。朱麗葉啊，但係估大家估嗱，因為能力圖我冇嘅，佢話仲未做到。究竟佢係打定係保師先？你覺得系列角嚟嘅，唔係油豬。係啦，油豬就一定基本上99% 一定係打㗎啦。上一隻木色好，今次應該係打。上一次邊隻木色？木嗰只叫咩啊？上次係寶咩？豐收。哦，豐收女神。哦，所以就輔助向。咁今次你就估打手嚟嘅，即係傷害係。這個可能真係要諗一諗啊，係啦。
都似嘅，但佢手上好似係真係冇武器嘅喎。佢唔係同你唔好同我講佢係拳師啊嘛，我好驚喎。隻抽，隻搭咁啊嘛。唔似啊，因為嗱，後邊有樹藤嗰啲。佢樹藤啊堆，跟住前邊似個露台咁樣扶住，係咯。係咯，即係唔冇傷，即係冇武器喺手嘅喎，你即係念力係。二宏宏。咪混混好驚喎！啊，呢個可能真係要等佢出嘅時候再睇一睇究竟佢係乜嘢類型啦，真係。咁當然啦，除咗呢一隻琴日公布咗，即係琴日公布嘅黑影圖啦，咁啊今日有個真係上曬色啊正常嘅系列啦。咁講得羅密歐與朱麗葉，咁啊梗係有佢嘅愛人㗎啦，係咪？咁啊相信大家都估到一定會出㗎啦。咁啊台長，係啦，嗱。未知嘅，但呢一個係蘿蔔歐，五星，係啦，六星，六星，二 friend 嚟嘅，哦，打的，係啦，咁啊，好要打的，係啦，唔係嗱，仔定女咧，我真係睇唔出啦，會轉，我好驚最後會出百合，頭先話百合嘅，係啦，我好驚，百合冇唔奇，我好驚呢樣嘢啊，即係齋睇我唔知大家見唔見到佢喺嗱，大家可以估下佢究竟係男定女，攻定受。究竟是有外貌應該受多的哦，哎哎、即朱麗葉是公啦，係嘛？即係係咪 ？OK， 可憐情侶楊咩？楊大寶小白兔哦，武大郎同潘金蓮哦，即係又係家暴系列啦啊！武大郎同潘金蓮唔係情侶喎，結咗婚嘅咯，結家暴嚟嘅喎，家暴嚟嘅咯，可能係藝良哇！喺突然之間。突然之間玩到咁大，但係哇呢嗱呢張黑影圖我真係睇唔出究竟佢係男定女，即係我睇到似係揸煙斗啊嘛，係咪啊？係咪煙斗定係咩啊？我覺得似係，同埋佢係即係睇翻佢後面嗰、那個攞隻花，我估佢拎住支花，花嚟嘅，誒咁似係啊唔係喎，女仔都可以揸花嘅，唔一定係男仔，又出水。玩捆綁皮，哇，好好危險啊！我成日都覺得梁山伯與祝英台，哇，誒、欸，好多好多 idea 可以俾到火狗喎，即係啲家暴系列啊，出一個有因為哇，咁好正常啊，抽嘅係抽朱麗葉，同你講 next year friend 喎，係咯，仲唔係打家暴系列係咪？哇，突然間多咗好多偽娘，好危險喎、啊，我覺得齋睇，我覺得嗱，我估係男嘅，我估真係男降臨，我估男降臨，係啦，因為我睇翻佢啲服飾係似嗰啲燕尾啊嗰類嘅禮服嗰啲咯，我覺得似嘅，即係嗰啲花，你睇嗰啲花邊喎，即係嗰扎花邊咧，花邊未必燕尾喎，係咯，咪裙咯，燕尾係拱啫嘛，叉開咁，唔係喎，等陣先，佢係咪著高踭鞋啊？似有，唔係高踭鞋。誒，佢左邊嗰只腳喎，大家見唔見到？即係冧，係咪高踭鞋嚟㗎？左邊嗰只腳有踭，皮鞋有踭，可能好高喎、啊。高啲嘅，見唔見到幾高啊？個高踭鞋，咦？見唔見到好高喎、啊？佢嗰只嗰粒星遮有少少遮住咗啊！哇，係好危險喎、啊！但係中世紀嗰啲。長靴有冇咁有咁高咩？長靴都冇咁高。係咯，唔係真係旅遊啊，真係玩百合。百合多啲喎、啊，而家似佢嗰條針，好油，好油，好驚我點點啊死啊！唉咁樣，我私心係想要男嘅，係因為真係小男性嘅性格裏邊 ，OK 咁樣。咁但係無論點都好啦，咁可能真係要等火狗嗰邊出咗之後先至再睇咯。我相信就係系列嘅，應該唔會係油豬係嘛？油光爆係啦，雖然今個月似係油豬嘅，但係應該未出到咁快嘅，我相信。咁啊，實際就可能真係等火狗嗰邊出啦，咁樣咁就今日我賣到嘅就賣，已經賣曬出嚟㗎啦。咁啊，大家就可能估下先啦，咁樣咁啊，但係起碼朱麗葉已經見到係木屬性㗎啦，咁啊屬性相克就好正常㗎啦。嗯，係啦，咁樣咁就。依家啲男國有幾多個唔可以做藝娘？
我想應該是講話，應該是畫個女角，跟住同你講佢係男人會比較適合啲，係啦。即其實佢呢個誒羅密歐其實係畫係阿福嚟嘅，OK 係啦咁樣，即嗰類啦。我覺得似係咁樣咯，係又嚟天王耀嗰只款，我相信係咯，我估算啦。但係始終啦，係啊，出到嚟先算啦，點都要打嘅 R 嘅慶祝嗱。你小心啲講嘢啊！好危險啊 ！OK 咁樣，你好危險啊，司機你好危險啊，小心啊，係啊，真係暴露人哋嘅興趣係好危險嘅件事嚟噶。OK， 咁啊，今個禮拜嘅時間就差唔多噶啦，咁樣就可能等下個禮拜真係出曬圖啊，出曬能力嘅時候，我再為大家講解一下啦，好唔好？嗯。希望會唔會睇下會唔會抽埋添咯 ？OK， 咁啊，下個禮拜有同樣時間再見啦，拜拜。